号外，号外，每周四圣宣法师全球直播精彩课程，古老佛法，新潮佛法，现场课堂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阶，千万别错过哦。授课细节，主办方佛陀教育基金会，时间每周四晚上19点到21点30分，地点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55号7楼教室。课程名称：微摩诘经生命实践对话人工智慧二。然后礼拜天师父教那个唯识，你们有看那个视频吗？看。没有深啊，哪有深？猜，因为第一堂课都不可能太深，深的还没开始呢。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说这是一个意识的时代，所以你一定要修学唯识课。你没有修学唯识课的话，你真的要进入意识，老实说，那也只是骗人而已啦。你只是说啊，我意识很重要。什么是意识？你讲不出来呀，对吧？意识怎么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也不知道啊，对吧？你任凭你的情绪摆布，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那个能力来控制。你要知道，所以唯识它虽然是很深，但是它是极度重要的。特别唯识加上文殊的课程，真的是如虎添翼。唯识是研究现象界嘛，对吧？文殊呢，研究哪儿？借由不二中道去直击终极本质。所以一个是在现象界，一个是在终极本质，全包了嘛，整个宇宙通通都包了嘛，对吧？我在讲唯识的时候有讲，维摩诘经是大乘的什么教啊？顿教，它是已经很高了，对吧？小乘初教、大乘始教，然后大乘中教，终点的终，然后再来顿教，再来圆教。圆教就是华严跟法华，所以你看嘛，文殊它一定在华严里头。华严的善财童子53参对象就是文殊，所以你要进入这个意识的时代，你不修学唯识，老实说那是叫做自欺欺人啊。以前师父为什么不跟你们讲这一番话啊？为什么？因为以前你们格调还不到，对吗？沈荣海的这句名言太管用了，对。好，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师父以前并没有讲它这么重要？因为你们就习惯懈怠躺平嘛。跟你讲那么深的东西，你也接受不了，对吧？所以现在就是因缘已经到了，因缘已经来了，就是刚好师父要讲课，整套系统的介绍。那你如果还不知道要跟上时代的脉动，赶快学的话，那也就是自欺欺人过一生而已嘛，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唯识的课是绝对的重要。你看吧，你们来现场听课，考了你都不会，那你想云端听课的人有用吗？有没有用？你到现场来，师父考了你都不会嘛，对吧？那你想在云端听课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啊，只是安慰剂而已嘛，安慰自己说，哎，我在云端听课嘛，对吧？更何况现在的医学已经证明了嘛，你一直
一直只看一个荧幕 ，one way input， 只有单线在输入的话，那就是，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老年痴呆的诱因嘛。师父，你看师父上教学从来不单一，一直讲，一直讲，一定是反馈式的，一定是要你回应，避免老年痴呆嘛，对吧？所以你说你如果没有道堂为师的课程，那你说你要学为师，太困难了，真的太困难了。好，这个礼拜的那个阅读量，就是有几个是特别出色的嘛。王富忠创了历史新高，他现在已经达到了561啊，以前陈明玉是最高的460，现在陈明玉被王富忠打败了啊。那王富忠第一名，那可是那个时候师父好像没有什么因缘可以来给他鼓掌，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补鼓掌好了。对对对，哎，王富忠，你有准备好要跟我们分享吗？你怎么打造那么高的？那个分享日本形式，你一定有准备啊！我是说那个阅读量一定不是只经营阅读量，阅读量是经营什么？师父对人生书借由阅读量帮助你，你怎么经营人生嘛？你在阅读量的经营旅程上面会碰到的困难，都是你的人生的旅程一定会碰到的。比如说话题不足，你的财力不足嘛，对吧？话题不够精彩，你虽然有钱，但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高度嘛，对吧？这个都是可以拿来影射你的人生的经营。再来，比如说吧，现在发现，你们除了话题以外，你还得要重视什么？你还得要重视什么？你的社群不够多，或者是说你有 N 多的社群，可是都是小社群，有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大社群，可是你看师父的社群不见得是大社群啊。师父的社群不见得是大社群。那为什么师父会在啊？比如说警政园地啊，警察抓小偷啊，那警政园地啊，或者是什么心灵分享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的那个阅读量不是 sorry， 他们的那个人数成员的人数都不是特别大的，然后我也在大的社群，像周润发之友有没有？对，周润发之友现在师父是最高的，基数是最高啊，你们有基数吗？你们没有基数，你应该要进去参与。师父很少，哎呦，师父忙得要死，师父没有空，去天天像你们在那边乱来乱去，师父没有。但是师父有一招，你一定要学。我打造200多的基点基数点，这几天我又没进去，就上一次我看的时候200多，我怎么打造的？这个跟你做生意是一样的啦，道理是同一个。他们不是会有很多明星嘛，他一定是挂明星，他不会挂你的嘛，对吧？他挂明星啊，有的明星很风光，你除了点赞，你要说你就是我的学习的典范，让人家喜欢喜新嘛。你千万别呆啦，每次都只有点赞，那要干什么？那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两样啊？你做生意也是，你要有独出独树一格嘛，对吧？你不能只是点赞啊，你去浪费点赞啊，对吧？那有的明星他是比如说婚姻失败了，有没有有一个什么慈悲天使啊，什么沾什么我忘了他什么名字，被报道出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讲？人家面对惨境了，你要怎么讲？说我你好可怜哦，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你要说你的处境值得堪怜，但是更需要教化。
更需要教化，那你不要更需要教化就没了啊！你就赶快把我们的视频，播一段跟他相关的，丢给他，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的答案都在这一篇，赶快看，就好多人会去点来看，这就是方法，跟你做生意是一样的，你不能呆呆的做生意，做生意一天呢24小时，别人做生意很风光，你24小时再加一倍，48小时做死了，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一样嘛，你经营阅读量也是一样，一定不能只是点赞，那都浪费了，浪费。我在谨慎原地，为什么谨慎原地？对我来说，我的功能是教化众生嘛，你的功能是打造阅读量嘛，咱们两个功能是不一样。我为什么在谨慎原地？因为警察真的很辛苦，对吧？所以警察抓小偷抓到了，就点赞以外，还要跟他讲。你是可敬的人民的保姆。下一则看，哇，警察去招妓啊，也被逮到了，是他被别人逮了，败坏善良风俗，就说，那要怎么回应啊？你真可恶啊，是这样吗？要不然要怎么回应？要怎么回应？你的需要是人人的需要。但是你用错方法了，是不是？然后就找一个我们播出的那个视频相应的丢给他，告诉他你看这一个，对吧？然后不又虏获一大把人来看我们的视频嘛？一定是要这样子做啦。你千万不要呆呆的只是点赞点赞，那个如同流水，没有人。没有人会在乎你的点赞，虽然你的点赞是无比重要的。我讲这个，顺便提醒各位，经营你的人生是一样的。你的人生要怎么让它精彩，一定不是像一般人这样，上班了赶上班了，下班了赶回去煮饭了，那你必死无疑啊！最后离婚的必然是你嘛。因为你太没料了。有一个视频是这样子，是这样演的，那应该是真的啦。就是那个太太是，很勤快，家里都打扫得非常好啊，然后给他先生一个干净的环境，然后先生就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先生就说你来看一下那个电视上面演的，很重要啊，就好像是我们两个一样啊。他太太说，哦，我厨房还没收拾啦，我先去收拾厨房，你认为对不对？错在哪里？他表现得很好啊，他家里都收拾得很好啊，对吧？他老公叫他说，哎，我们共同来看这个电视，然后他说我。厨房还没有打扫好，我先去打扫厨房。好，就跟你们一样嘛。我点赞点赞哦，还有一个没有点赞，我赶快点赞。好，错在哪里？师父、学长们，嗡阿弥陀佛，掐住了。我是灵柔寺回答。因为没有人生经营，没有共同的目标跟共同兴趣的话，没办法共同成长。没有，需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兴趣。你没有直击要害。更重要的是，对方邀请你做什么事，你完全你就忽略了尊重别人呐、啊。夫妻最容易引发的错误就是全然不管别人的感受是怎么样，他想反正我这个打扫厨房也是为大家做事嘛，为家人做事嘛，但是他忽略了人家邀请你。你完全不理不睬呀、啊，对吧？家人最容易产生这种错误的行为，对小孩也是一样，对吧？小孩要跟你讲一句话，你就说现在没空，等一下要转发了，对吧？那结果你的小孩说转发算什么？决心算什么嘛？对吧？是呢，你们经常都是犯。同一个错误，但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阅读量的经营必然是你的人生的
一个玉女让你练习嘛，你要反思我到底错在哪里，我为什么别人能够打造那么好的阅读量，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次次都是失败，失败在哪，对吧？所以我们要的，请最近一次打造最漂亮的是谁啊？最近对，是王沪宗，你要不要分享一下麦克风？对。各位学长，嗡阿弥陀佛，恰主啊！对，弟子王沪宗很荣幸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自己的阅读量经营，也就是人生的经营的缩影，这样。对对。应该是。可是这个560以前你很差、啊。是。那我觉得这是。你怎么打上梦幻的阅读量数啊？就像师父讲的，师父讲过的，其实我们每一次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每次都是借由。这样，不管是成功或失败，都是你去省思，说你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对，那然后同时自己阅读量没有很高，也要去看看别人为什么会比你好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就是师父讲的要放下嘛，所以每次就是重新开始。对，我也不用，虽然我以前没有很好，但是我也不用一直去在乎说以前很差。那反正就是，可是你第一次是很好的、啊。对，那时候可能就是。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在关系导向，对，没有真正运用话题。我觉得是有一就是关系，就是师父点出来，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是用关系导向。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开始第一次，虽然师父说成绩很好，可是其实我完全没有太依赖社群，大部分都是用亲朋好友，用自己的关系。对，然后来就发现不行了，那一次就够了，人家第二次不会帮你的嘛。对，就果然就是掉下来了。对，然后后来才会警觉到，就是师父讲的要透过社群。那因为前面很多学长经营用社群的方式，就是显著就是有效。对，那我们就赶快学习用这样的方式。赶快学习。对，但是因为可能还是执着于以前，就是。我的同学都会讲说，我写那些没有人要看这样子，太佛教化了，太佛教化。可是你现在很棒啊，你把那个书的东西用你的语言表达出来。比如说，我举例了给蒋璐啊听，我说你要学啊，我说你看别人的话题都在看假的嘛，你没有看到重点啊。我说王沪宗有一则，他说。睡觉以前要把今天所做的美好的事回想一次哦，那是不是睡前开心法？是，对嘛？你就用你的语言表达出来。我经常讲说，你们写回应文、写新的报告，一定不要抄，你抄了都没用，抄了就是妨碍你的思维发展。你对这个感兴趣，你对这一点感兴趣，那你。赶快用你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像王沪宗这样子，把开心法、睡前开心法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语言，这就对了。对，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师父特别强调，就是在所有训练过程中，直觉思维的重要，就是。是。所以就是在我们在想这个东西，因为想太多反而你就是被碍手碍脚。对。对。过去的很多东西就是一直缠绕束缚住，然后越写就是越臭越长。对，根本就感。那就应验了王石景的预言嘛，是，对吧？然后我还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写得很好、啊。那从结果来看，就是很差。对，就不可能打造美好的阅读量数。对，那这一次开始之前，确实就是同学有在提醒我，那我就有给他看说，这次这样子够不够白话？他怎么点评你啊？他有说勉强可以这样子，但是有一些还是有高标准要求你。对，有一些还是会觉得说啊，你这个还是不行啊，这写这个没有人要看这样子。那我就再去改这样子，就是再把它白话一点。虽然有些我自己觉得已经白话，可是他是说你这样子没有人想看，或者别人看不懂你在讲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讲今天主题同频共振。那我如果别写的东西自己觉得很好，别人都看不懂，怎么会？引起别人的共鸣，对，是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回应，就是说话题真的最重要。那不一定要写很难很深的东西，就是像尽量要白话，是，然后别人看得懂。那我会觉得我自己的差别跟师父的差别，就是我有跟同修分享讨论，其实是他给我讲的，我自己觉得也深深认同，就是说除了白话以外，其实我们每个人写，很多人都会很白话，对。
那白话的好处当然是大家会很容易看得懂，也能够接受。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人家要能够同频共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有力量。对，语言的力量，文字的力量。是，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白话到说躺平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看，我为什么说其实每次看师父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练习，就是学习的。学习。就是师父讲的东西，其实不是白话而已，而是都会觉得很有力量。对。那个用词就是不但优美，就是会有让人家感动、触动，然后就是动词运用得很好，动词不只是名词形容词，还有动词，就是会让我们激起那种，就是有一种震撼力这样子。共鸣。对对，那看的人就会更有感，而且会有记忆点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记忆住。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还在学习中啦，还在学习摸索中。那也希望可以分享给同学们写的时候，就是除了平易近人，也试着看看能不能写到人家有力量。对对对，力量。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跟师父还很遥远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可以学习这个方向。你们是很赞，而且有一天你们都会超越师父。因为师父逐渐老去吧，对吧？你们会超越师父，所以要一定要努力啊，一定要努力。心佛众生同一法性，同一根本智慧，没有人做不到，做不到都是自己躺平而已。其实没有人做不到，像王沪宗，从除了第一次以外的其他每一次都很烂，然后突然飙高到560，哇，那这个是真的是让人惊艳啊，是不是？艳丽那个艳，所以他分享的刚刚的那两点都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吗？我再分享一个，就是刚才师父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也是跟其实方雅云一样，就是说我们都可能过去留言比较多，对，然后有一些社团就会不让你再留言，对，不，应该说有如果要介绍视频的留言，他就会不准你这样的。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有前面的经验，其实比较不会有那种负能量，就想说反正不行的话，那就努力，不用去特别在意说不行这样，然后你就努力点赞，努力留言。所以我其实即便那个社群不能留言，不能那个，我还是持续，就除了我自己要去po文留言以外，其实到那种事情我也不会说好像啊，因为我没办法得到留言的机会、连结分享的机会，我就不管他了。我其实我就觉得说，就是师父讲过的，就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对，你就一直不断的就去点赞留言，然后对他的，特别他的管理员，对，你都对他的发文，然后就是重视，对，然后就是对他发文按赞。那反正我也这一次如果能够成功也没关系，这一次不能成功，那你继续累积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给他的时候，终有一天他会给你一些回馈，比如说就解禁了。然后甚至我今天就算没有留在我身上，后面的大内班长一样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正能量的回馈。对 对, 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可以把这样事情好像真的感觉有效，不一定说我直接面对的直接处理的一些东西才是唯一的一个，不一定在你身上拿到成果，是是是，他是会留给后人，是是是，对，是，对，然后我们就是对对方都是投以正能量这样的方式，那有时候就真的会觉得说，哎，那个地方就又可以让我过，而且很快就过关这样，对、就是、对，非常好，非常好。你王沪宗最后的这一个分享啊、哦，有一点你们跟师父不一样。你看王沪宗也讲说，哎、欸，就是留很多，所以人家就会把你封锁了。哎、欸，那师父留很多，师父为什么晋级成为变成那个叫什么缘呢、啊？我搞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我也从来不知道说他们在祭典，我都不知道。最开始他是给我上个礼拜他给我75点，我跟蒋若华讲说，哎、欸，你那个。周润发那一个群你有点吗？他说什么是点，我说我有75点、欸、而且他说我是什么我搞不清楚，同号粉丝吗？我不知道啊，我钻石哦、喔、哦，那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你们会被封锁，对吧？你看师父的留言哈，是对大众有帮助，你们的留言只是礼貌上我留言，我点赞，然后我给你一句话，师父不干这种事，师父一定是直击要害。比如说，那有一个艺人他离婚了，那也没有人留言，
大家都不愿意留这种衰事嘛，对吧？师父不就说你的处境堪怜，但是你更需要教化，所以我给你看药师经，你诵药师经，你可以照顾你的财、事业、家庭，乃至于官司、病苦，他也有癌症，对吧？我说这个就是方法，大家都可以用，所以我提供的是方法，你提供的是流言呐、啊，差异这么大呀，对吧？所以这就是上课的重要性，就是说有人帮你点破，你是很棒啊，你都在做啊，但是你没有直击要害啊，对吧？虽然你今世比以前好太多了，但是你还是没有直击要害嘛，是不是？除了他给我那个什么祭典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新闻啊，我搞不清楚什么新闻。那是怎么来的？从警政园地，警政园地那个大帅哥最喜欢挂哪一个新闻挂的？他把它转挂，转挂了。师父的个性就是一定，我就说我的功能是去教化嘛，对吧？他发生困难了，我就想一套办法去告他，你用这个方法，对吧？那他用了有效，他还会给你反馈呢，说啊，我用了，哎，真的很有效哦。好，我就说哦，那大家都来看哦，这个方法都很有效哦，大家一起来用。所以你不能只最 low 的就是点赞而已啦，次 low 的是什么？留一句话给他啦，这就不你们的留言嘛，对吧？要学会，要学会什么？给他方法，给他方法。曾美丽那一篇用上去。哪一个案子过不了关啊？不是只有病苦可以用啊，对吧？财苦是不是也可以用啊？财苦是同一苦啊，同一个业因造成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财苦跟郑美丽的视线没有关系。郑美丽的视线它怎么苏醒，就是你的财苦怎么活出来了，你解脱了你的财的困苦嘛，对吧？觉仙每天都在发布，你难道找不到 一篇相应的吗？你应该要用心去想啊，对吧？这个就是在传授真传嘛，这就是真传嘛，对吧？所以我们感谢王富忠教授、嗯、谢谢师父。还有最后还是要就是要应景一下，就是最后补充一个，就是说就是像现在世界杯正在开打这样子，对，世足赛。那我觉得让我想到阿根廷队最近闯进总决赛，对，那个射门的原我觉得我这次会有超越成绩，只是因为刚好我拿到那个球可以射门、哦、然后那其实是，可是那个射门的背后是所有的成员的团队运作能够创造那个机会出来。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今天那一天能够成功，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就像师父讲的阿米巴原一定是大家所有的大内班长一起都有帮忙，对，然后就是正能量让那个成绩才会高。那我也要特别感谢林同阳，因为他就像上一场的梅西，他就送了一个助攻给我，对，让我可以去。对对对，梅西又活过来了。对对对，梅西刚好来了、嗯、这样子，谢谢大家，给他掌声鼓励。对，对，是是是，对，所以领头羊很重要，但是领头羊最近懈怠了啊，被师父活歹什么睡回笼，他以前很少睡回笼啊，他说你们都在看呢，尤娟跟钟先丽睡回笼啊，对吧？但是我心里就在想，你就看着吧，你哪一天就是轮到你了。那你们为什么没有轮到你？因为你根本都没有三点起身的记录嘛，对吧？你有三点起身的记录，必然我要的逮到你睡回笼，必然的啊，对吧？是呢，师父再怎么事情多这么多，你看嘛，明天要播出的圣贤语录，我一个字都还没写，都还没写啊！我现在赶回去，教学完了，赶回去以后就先睡觉。大氧习到一点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写，写到三点，钟先丽起身的时候，我已经向他预约了，你明天不准睡回笼哈，三点你就要开始制作，因为每一篇制作都至少要三个小时啊，那就不就到六点了吗？对吧？所以六点你还得要挂出来，准备挂给
宣弟子的图挂给我，让我转挂给你们的图啊，对吧？所以很忙的。我说你三年不起来，一定又来不及。所以你看师父这么忙，师父从来没有心起伏啊，没有啊。我要上来教书的时候，我跟蒋露华讲说，哦，我那个叫《生源语录》是双语的哦，还没有写呢。他说，哦，怎么这么可怜啊？对啊，是就是很忙嘛，很忙，没有空嘛，对吧？所以记住，你的世间法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技巧是有问题的。你们常常都不愿意承认啊，老实说，因为讲到世间法，你就想，哎，我活到现在都已经60岁，我怎么可能世间法不对啊？我怎么可能世间法不会啊？抱歉，你就是死在世间法。世间法是救急，你经常都不动，就像翁翠平阅读量下滑了，他说：“哦，现在阅读量下滑了，师父，我向你报告，我现在赶快去诵经，对吗？”当然是不对嘛，对吧？观念都不对嘛，对吧？你也有可能是犯同一个错误嘛，比如说你生意做不到，或者是你员工不容易留，像现在年关到了，对吧？当老板都需要现金，缺现金，你拿不到现金，你就起烦恼了。或者是你的员工拿翘，你也起烦恼，对吧？这个其实是极大的杀伤力，你是根本不需要去忧心，你需要的是赶快努力行善，大量的行善。那你说我每天都在上班，我怎么行善呢？该怎么办？你每天都在上班，你怎么行善？因为你没有行善，你的困境不可能改善，完全不可能。我可以500%告诉你，你没有行善，你的困境不可能改善。那你该怎么办呢？你说我每天都在上班，我怎么行善呢？这就是世间法观念的错误。行善不一定要去天涯海角啊，行善也不是等你有空再来行善啊，对吧？都不是啊。行善要怎么样啊？举手之劳嘛，你举手之劳给人家方便，包容别人嘛，对吧？给他你做得到的任何一个对别人有帮助嘛。那你有这样做吗？你想都没有想，你想的永远都是你自己。那这样子你的困境哪有可能改善？不可能啊。师父是一无所有的，我已经解释很清楚为什么我要事先一无所有。因为你们大家都很怕没钱嘛，对吧？最没钱的就是我啦，我老实告诉你。但是我这么穷，我都还想尽办法，我怎么样我可以来帮助杨宗麟。杨宗麟现在他没有工作，他还要养6个人啊，对吧？那你看你们现在供养金很少，10000多，师父每一个月要为大家全体那个全球的苦难众生至少要乐捐40000多。所以每一个礼拜师父都要贴钱贴钱贴钱。像今天那个谁像比较困难的，我都会为他多乐捐嘛。师父的这个功德，施主一定拿到。他拿到2种功德，一个是供养法师的无量功德，这是记载在《药师经》。这个功德是感召诸佛来护佑你，直到你生生世世圆满成佛为止。你要去看《药师经》，这么重要的功德。你没有功德，你怎么超越你的困境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师父拿了你们的供养金，也可以放在口袋，你还是有供养法师的功德啊，对吧？师父为什么要把它转乐捐出去？转乐捐跟全球的苦难众生去结缘嘛。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是不是？师父一转手就把你挥洒出去，跟全球的苦难众生去结缘，所以你就有去打造全球这个财师的这个功德嘛。一个是供养法师的
亲近的法布施功德，另外一个就是全球的财施的功德。再来，你看师父要回向以前，一定会先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你又跟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包括诸佛啊，对吧？你包括诸佛，你可以跟他们广结善缘嘛，这么重要。但是我发现你们太小气，你们真的太小气，你一定要向师父学习嘛，对吧？师父这么穷，这么苦，师父还在跟杨宗宪发文说，哎呀，杨宗麟这么苦，要怎么来帮助他？那你说师父你都没钱了，你问了也是白问，对吧？那为什么要问？问了诸佛都在听啊，这个人想要去帮助杨宗麟啊，对吧？那诸佛自己就会去想办法嘛，他会想办法让我有力量嘛，我自己哪有什么力量啊，拜托啊，对吧？所以这一招你们都得要学，你千万不要只照顾你自己的事业啊、家庭啊，那太容易过关了。你只在乎你的家庭事业，你的人事问题，你的员工的问题，你不可能解决，你没有能力解决。如果你有能力解决，你老早解决了嘛，对吧？因为你过去用的方法全都错得离谱嘛。你要到这个课堂来看师父用什么方法可以活出那么精彩的人生嘛。师父一无所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正人就是讲路法嘛，对吧？可是我怎么能够挥洒出来，我几乎要救谁就有办法救谁，我几乎是要怎么来跨越人生的困境，我就有办法。你要学习嘛，你的心量太小了，你心量那么小，你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你看你们乐捐给我的像那个什么沈荣海，他因为有病嘛，所以师父一定会还给他，用他的名再去转乐捐，然后把收据给他。但是你看王富忠，他供养我都不还给他，为什么？方雅云供养我还给他，那王富忠的我为什么不还给他？你说很简单嘛，师父你大小心嘛，对不对？那你说说看为什么？哎，方雅云来说说看。这个道理，这看起来是很小事，但是这大道理啊，你道理一定要搞懂啊。师父，各位师兄，嗡阿维吽恰扎。是。因为师父看到我的需要，因为其实因为妈妈生病，所以师父觉得我会需要这个功德，所以师父就把这个功德还给我。嗯，那他们我没有，我没有的，就是把收据还给他。难道他不需要功德吗？他就没有功德吗？所以你的话，乍听之下很有理，很有哲理。然后仔细思维是人渣话嘛？对吧？所以我就说真的别小看这个道理啊，你这个道理搞不清楚你会起烦恼，而且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这么做嘛，对吧？王富征跟王慈锦他们都是当官的人啊，当官需要什么？当官需要福报，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来自诸子家训。你看有些大官瞬间就陨落了，对吧？黄义交也当了四任的那个立法委员啊，陨落以后跳楼自杀了，对吧？那王富忠呢，他还有在上升的机会，但是他的福报远远跟不上。所以现在你看我叫他做很多事啊，刮风下雨叫他到室外去接驾，看到吗？王富忠跟王慈锦他们是接驾小组啊，你都不是啊，你躲在温室当小草啊，对吧？
他为什么他们那行抗力要到马路上，刮风下雨，像今天又那么冷，为什么？打造福报。你没有福报，即便我把你拱上去，你很快会下来，而且很惨。师父的思考是你们看不到的，但是我的视线你看到了，只是你不懂，对吧？你说哦，师父很狠哦，嗯，把他们两个贤伉俪赶出去，刮风下雨，你去接驾，对吧？还有一个人，我也有给他收去，但是因为他没来上课嘛，所以我当然就不给他收去。然后就是江明珠嘛，江明珠我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我都要给他收去，就是说代表有用他的名义再去转乐捐嘛。那其他的人难道就都没有转乐捐？当然通通都转乐捐，但是不会再给你列名啦。不像那个陈文杰，太好笑了，他。带几个人来上课，然后就跟那些人讲说，你供养给师父，你要向师父要收据哦，开什么玩笑嘛，对吧？师父又不是开公司，师父哪来的收据、你要收据你就到三楼去乐捐就好了嘛，对吧？你干嘛要跑到师父这边来？你跑到师父这边来就是两个功德，你不在师父这边你拿不到了，第一个供养清净法师，第二个就是师父会帮你挥洒到全球广结善缘。但是江明珠我有给他，那方雅云请你再回答，简单的说江明珠跟你是一样都有拿到收据，那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需要功德啊，怎么答案又跟王富忠他们贤伉俪一样？对，所以他王富忠像这种就叫阴德了，阴就是阴天那个阴，阴德就是就是他累积福报嘛，是为了累积福报。那个江明珠为什么？因为他犯小人很严重，犯小人很严重，所以师父是用他的小人的名义。去乐捐，帮助他解脱这个小人的关卡嘛，这样懂吗？对，是，所以你一定要看懂师父的所作所为啊、哦。好，我们回到这个无量，这个直觉思维的这个图啊、哦，对。好，所以礼拜天你们应该要去听那个。维持的课真的很重要，不会很深啊。为什么？刚刚开始都你从开始就跟的话，都不可能很深嘛，对吧？他们来了十个，他原来的那老师剩下三个嘛，那怎么冒出来的我也搞不清楚。对，然后他们也很活泼，就互动的非常好，所以你们应该要去学习。应该要去学习，好来，但是他们没有这些训练了，完全都没有，不可能有，对，只有礼拜四的课才会有这些训练，好来，但是我有跟他们讲礼拜四的课我们有做了哪些训练，这样子，对，好来 ，1, 2, 3, go， 好，方雅云，对，一定要抢着回答。江明珠跟我通话，就是你当大内班长那天，蒋荣利，你当大内班长那天，就那么早，三点多，我们两个就在通话了。然后他也提到你说你，今天是你大内班长，你很认真。三点多、哦，你们都还在在睡觉。我们两个已经在通话了。他也讲说，一定要在课堂抢答。他说课堂抢答就是最好的直觉思维的训练嘛，对吧？但是我看你们很少嘛，对吧？好，来方雅云。喂，师兄，我们不用查查，第一次对这个图片有感觉。哦，真的吗？太好了。那个，因为我看到他上下
上下的那个网状的，我会觉得那个是三维的空间。嗯，所以在这个空间内，然后因为第一眼看到的就发现它中间的绿色的跟线条是对称的，我就想到量子纠缠，它是利用那种自旋的原理，然后它会有上旋就会有下旋，有左旋就会有右旋，对，所以它就是感觉就是量子力量就是在整个纠缠的状态下，然后就切合到今天的主题同频共振，是，所以同频共振的那个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量子纠缠然后产生的一个力量，这样。嗯、就是、OK， 好好，非常好，好，这边王副总、王教授，哎、欸，今天那个谢明忠也很棒，哎、欸，我特别关注他了。我说大帅哥你太棒了，你继续加油。哎、欸，四个技奖，两个合格哈。对，现在是多少了？我不知道。我要来上课以前，七点。哇，已经突破406了！哇，给他掌声鼓励。你看吧。谢明忠没来上课以前，他认为他有可能这么做到吗？完全不可能啊，完全不可能，他想也不敢想啊，对不对？那时候要加入的时候还，我很担心哦，哎，这个要经营阅读量我都不会呢，对吧？那现在不止会，而且精彩，而且他的留言也很棒啊，对吧？是，然后他今天会答多少？你有预期就？430以上，是是。蒋荣立他是446，444哦，444，对对对，我们给那个谢明忠鼓励一下。哎，礼拜四因为要授课嘛，所以师父已经有发布礼拜四的那个大内班长新的报告，几点交以前都可以。七点啦、啊。哦，他已经交了，师父已经有规定了，你要提早交当然 OK， 但是因为还没有跑完嘛，对吧？10:30，因为我们你所以你们都没看公告哈、哦，要看呐、啊，里头很多东西，因为我们9:30下课回向啊，等等等等，就会搞到特别他有圣旨嘛，他课后还要打扫啊什么的，10:30。嗯、所以他下去的时候都差不多10:00了，所以10:30，交大内班长新的报告就可以了。对，他已经交完了，7:00就交了，他担心来不及哈。对，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期待他能够突破。嗯，对，也许突破500。他。都在上课，然后看看有没有因为他的精彩，然后引发群组对社团的力量，对，看看社团的力量，对，是一定要学会，像师父刚刚讲的那几招，你一定要用上，对。现在刚合格，所以现在要朝技奖进行，对，对，对，嗯，是是，江明珠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你很辛苦，但是甘之如饴，有 mask 的风格啊，对吧？是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哎，真的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哎呦，每天都那么早起，然后要做这么多事，你们没看到他做的事啦？他到打烊的时候还得要把那个当事人新的报那个叫阅读量，整个截图，然后做出统计表，整个给师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对，是，这都在训练嘛，都在训练。王慈锦也是，渐入佳境哦，渐入佳境。对，采集那个什么留言，对，要不要漏记的话，人家就起烦恼，对吧？给你投射负能量，对，好，来，王副中，师父，各位学长，嗡阿弥陀佛，恰巧啊，我是王副中，是的，分享这个图，看到图的一个直觉的想法，就是，因为中间我第一个看到就是中间有一个光芒，然后
照射出来外面很多的波。那我看到这个波，其实是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它有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波，对，各式各样的形状。那当然我就会想到说，它其实就是不同的频率在这个宇宙空间中这样子。那可是因为你从能量，就是反正就是来自能量场的概念，其实虽然波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其实是来自共同的一个来源，其实就是能量场。那其实最后其实都可以做到同频共振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虽然在现象界不一样，可是事实上它就它的终极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对。那在这个终极本质就是，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很多不同的东西，可是事实上那是在现象界看到的差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雅云师兄有提到那个上面下面那个。对。我的解读稍微不一样，我是觉得那个我会想到宇宙全息观那个坐标图在。下面的可能是我把它想成说，就是可能我们现象界的图，那上面可能就是最高维度的空间。啊，其实事实上本身两者其实是看起来对是相通的，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它也是同频，会同频共振啊。那个其实没有，其实看起来中间没有东西的连接，可是却可以同频共振，其实就是回到我试着连接主题，就是一个是在讲有相，一个在讲无相，可是有相无相其实都是可以做到同频共振。嗯，这是我的一个对对，太好了。同频共振你提到说是频率，只有共振频率吗？只切到频率吗？还有切到什么？同频共振会有两个主要因素才会构成同频共振，同一个频率，同一个什么同一个什么？哎，你们这理工科的，同一个频率，同一个波长，同一个波长，对，才会带来同频共振。量子力学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发现整个宇宙万物是共振的，是共振的。没有它以前，我们不知道。你我他其实都有关联，因为我们是一个同频共振体，然后它是一个纽带，纽约的纽，带小孩的带，纽带英文就是 link， L-I-N-K， link， 就是你我他是同一个连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同一个投影体投射下来的嘛，这中间有 N 维的空间，但是它同一个投影体，每一维的空间互为子集合，每一维的空间互为子集合，这句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啊！所以不能只关注你自己啊，蚂蚁跟你是互为子集合，你在三维空间看到二维空间的蚂蚁，你就可以知道四维的那个 UFO 的那个中文怎么说啊？幽浮的生命体，它必然可以看到我们呐、啊。只是我们三维空间的人器官性太弱了，锁住了我们的功能，我们看不到它而已。它每天都在笑我们呢、啊，对吧？就好像我们在笑蚂蚁是一样的嘛，对吧？是互为子集合，以此类推，一直到 N 维的空间，不是只有到十一维。当然，现在数学家他已经证实是有十一维嘛，对吧？但是其实它就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家就称它为 N 维，没有止境的这个空间。对，没有止境的。那个空间，但是因为是来自同一个投影源的照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方雅云讲的是没有错，就是它是对称对称对称，上下也都是会产生对称，是因为它同频共振的关系。对，然后王沪宗讲的也非常好，他们两个都没有错。就是它是因为是同频共振的关系，所以频率是一样，同一个波长，同一个频率，同一个波长，所以它会出现就是
我们看不到的那么整齐的一些图，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正确的同频共振的图，不管有相还是无相，它都会出现这样子的图啊。好，那今天我配合那个有相无相，我引用的经典是文殊的经典，要讲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然后无尽相就是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才叫做福田。我选择讲这个主题，就是要来回应现在的企业家就很苦。为什么？已经到了年关了嘛，年关做生意的人都需要现金，对，你没有现金，所以年关以前很多的企业要倒掉，是因为他过不了关嘛，对吧？他为什么过不了关？不是他不会做生意，是他没有福田。那现在今天师父就借着这一堂课来告诉你福田要怎么打造。你误以为说你每天很努力的在工作，其实通通都错。不是说你不需要努力工作，你需要努力工作，但是你的思维是要拔升起来。他说如来是无尽福田，这就是经文，就是这样。我在这边先把它讲了，然后帮助大家思维啊。如来是无尽，无尽就是无穷无边的最大的福田。为什么它是无尽福田？因为它是无尽相。请你告诉我无尽相怎么解释？无尽相，来 1, 2, 3, go。 好，林柔，林柔还有一个优点你们没有的，不管我什么时候发信息给他，他都是第一个回应。我有一次4点多5点就发给他，他也是立刻就回应。然后任何时候，比如要接驾，我只要发出去接驾的，我今天几点要接驾，我有空我才发，我不是规定在哪一个时间点来发，不是，他都是立刻就回应，你们都没有做到。就只有他一个人，长期啊，不是只有今天这一两个月，长期他都是关注师父的那个信息，所以他很少漏掉信息的原因。基本上你们都不回应的嘛，哎，这叫什么？基本礼貌你都没有嘛，工作伦理都没有嘛，师徒伦理都没有嘛，对吧？所以你一定犯小人，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你根本都不在乎嘛，对吧？你带给别人困扰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对吧？有一天我说，王慈锦，你传给我的合并夹少掉了 Excel 的表，那你有给我吗？没有啊，你连看都没看到啊，是不是？我没有看到。今天尤娟还在跟我讲说你没有给他那个 Excel 表，所以那个拖到现在没有公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带给别人困扰嘛，对吧？常常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态度、工作的技巧不好，然后工作的方法不良，带给别人困扰，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就是犯小人的来源，这就是犯小人的来源。我说的江明珠犯小人是他在职场上啊。职场上的两大小人啊，对，一样的嘛，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警惕嘛，对吧？我们常常犯小人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对，好，好，来无尽相，来，请师父学长们，嗡啊，我要掐住了，我是林柔，试着回答。就像我们平常在布施啦或做善事啦，我们不用不会去想取得说回报，或者说在乎那个收据什么的，对，就是不用不想得到回报，就是说平常心，就是说做善事就是一种，应该说不得回报那种心态啦。嗯，那这个无尽相是无就是超越是什么意思？超越我们的那个尽相呢？无是超越啊，对啊，你看我教那个唯识的课也是讲，尽相是福报，不是，是，不是，焕然这边，哎，你不是要尝试吗？江明珠，你还呆呆的看着我，你不是说要抢答吗？你才能够训练直觉思维吗？不是吗？来，
那个师父翁啊，我要吼掐住了。对，弟子江明珠试着回答。嗯，那无的话，大概就是超越。对，那镜像的部分就是，没有相跟无相都不是相。镜像就是超越所有的相。这个师父解释过了，以前真宗信在场的时候我就讲过嘛，就是。他给的答案也是说，所有的相，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你想不到的相，所有一切的相，你要无掉，你要超越。不管给别人给我们好的好脸色、坏脸色，或者是不好不坏的脸色，你通通都要超越。所以以乐圈来讲。你很容易就是从外向就是什么，金额的多少嘛，对吧？像以前我乐捐给苏伟成1000块，然后今天乐捐给他200块，这个就是外向在改变了，对吧？这个就是来刺激他，你要看到师父调教你的方法嘛，对吧？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内向照相那个相，外向是。比如说大小啊，对吧？或者是说供养的频率多寡，对吧？这个是外向。内向是什么？你内心的起伏有没有喜怒哀乐悲戚，这些通通都叫做内向。所以无镜像是超越了外向，超越了内向，才叫做无镜像。跟江明珠讲的有相没有相有没有，是不是一样？基本上是不在一个线上。对，好，外向跟内向，那无镜像就是无上福田。你如果能够超越所有的相，就是你供养师父，不管是10块、20块、5块，通通都没有关系。通常。你们很容易化心自现呢。其实有一次在，好像是为了哪一个苦难，灾难在乐捐嘛。然后林柔就跟我讲说：“师傅，我可不可以下礼拜再给你？”他说：“因为他马上要缴房租嘛，然后就现在还筹不到钱。”我给林柔什么样子的指导啊？他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完全没有钱。就像你们大企业也是，我会常常会碰到要嘎3:30啊，对吧？那师傅给林柔什么样的指导？说好吧，你就分期付款吧，对吧？是吗？他说他要乐捐1000块，但是他现在没有钱。他说他现在就是要在筹那个房租嘛，对。师父给他什么样子的开始？如果是你，你是沈其君是大老板。如果你的员工跟你讲，我很想要，买一个 iPhone 手机，但是我现在没有钱，你会要怎么给他指导？你会怎么指导他？师父，各位师兄，嗡阿威罗汉姆恰啾。好，那我弟子沈其君试着回答。那我想说，我会先跟他说，先要量力而为。量力而为。欸，不要超过自己的负荷。负荷，免得起烦恼。对，自己有几分斤两，自己知道。然后也不要做那种好高骛远的事情。是。然后，就是会。先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他工作表现的范围之内，可以就是允许他，就是说如果表现好的话，会给他贷款，对，公司贷款是，这也是好方法，激励他，激励他，非常好，给沈其君掌声鼓励，对。好，那林柔那一次师父是怎么给他指导的？师父说，这就是你学习放下的机会，因为一般人不容易放下，
大家都在乐捐，我赶快去，也去乐捐，这相对容易哦。但是大家都在乐捐，我没钱乐捐，我要学习放下，心里不要有挂碍，你就也不用再拖到下个礼拜或下个月了，不用，就是这就是你学习放下的机会。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放下，是不是？师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师父有躲起来吗？躲起来不敢见人吗？没有啊，大大方方出来继续弘法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听我们那个辅大有一个老师，是我们道教的老师，他跟我是特别好的。然后他是留学法国的嘛，他就说啊，好多人到法国去留学，后来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当然还没有到北大去读书啊。然后我就说，那然后呢，他说结果他们都不敢回台湾啊。我说那他在法国可以工作吗？他说也不行啊，因为没有工作证嘛，因为你不是当地的居民。然后呢，我说那接下来他就流落街头，就变成游民了。这种事情很多哎，就去年，那个什么报道，新闻报道，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美国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嘛，他也就是功课跟不上，然后就。越来越不敢见人，然后就，当然也没有拿到学位嘛，对吧？然后就，也不敢回来见家人啊，这个祖国的人他都不敢啊。后来就，后来你知道他在哪里被找到？被警察找到，他躲到一个桥墩下面，就是那个大桥桥墩下面。他就也没有钱租房子，他就吃喝拉撒都在那里，然后被警察逮到了。这个就是心里过不去，平常没有训练放下，一定要学会放下，因为你的困境也许短暂没有办法超越，你要学习放下，你放下，你自然有能量来经营那个福田。你没有放下的话，你就扛着负能量嘛，你就扛着负能量。我今天刻意把他们两个的那个收，乐捐款降低。第一个，要他学习放下，要他去学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只有在调教他们，你需要打造更大的福报，你需要先放下，释放负能量，然后。无尽相就是无上福田，就是你超越所有的相，你才有可能打造无上的福田。就像师父这样子嘛，就是师父没钱，但是师父什么都能做，只是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这句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 ？1、2、3，Go！ 非福田，非不福田，这才叫做真的福田。那这怎么解释啊？来 ，1、2、3，Go！ 好，杨宗宪，对，杨宗宪，等一下会请你上台讲那个异化一世界。下个礼拜讲荣利，因为你表现太好了。对啊，是啊，全球的、啊、大家都看得到、啊。你六次了，对，杨宗宪、来，哎、人家要解释非福田，非不福田啊，他太兴奋，对啊，是啊，师父，各位师兄，我是杨宗宪，我试着回答，对，那这个非福田，非不福田，对，不好意思，还绕口令。对，那个飞，我想的也是超越的意思。超越。那超越福田跟超越不福田，那就是真正的福田。什么是不福田？就有点超越。什么是福田？福田。
这就是关键了，非不福田是关键。这边你们容易解释吗？超越福田，超越不福田，不就是超越，超越的超越就是你先解释不福田，就是你要超越福田，超越我刚刚讲的超越外向，超越内向，同时把这个超越再超越，就是说你看吧，哎，我们的师父很厉害，他这个超越了内向，超越了外向，这样还在共高我慢啊，你不能有这种心啊，你要把这种超越的境界放下就是非，这样可以理解吗？刚刚讲的不福田就是不，也是超越嘛，超越有相，就是内向外向各种相各种境相超越，那这个就很高的境界了嘛，对吧？然后你要把这个不福田的这么高的境界飞掉，飞掉就是超越掉，你要把这样子的境界超越，这样可以懂吗？比如说师父，大家都知道师父没有钱，但是师父长久以来，你看那现在已经师父乐捐超过2000万了嘛，对吧？然后今年从一月到现在累积了多少啊？260几万，就今年260几万，所以我们到12月底应该有2260几万。那是不是就是很棒的一件事，对吧？你要超越很棒的这件事，然后还要把我，你看吧，你们都做不到超越很棒的事，就只有我做得到啊！要把这个超越做得到的这种不福田的这种共高我慢的放下，叫做非，这样可以懂吗？这样可以懂。那心里睁大眼睛看着我呢，心里可以懂吗？不是很懂哦，没关系，因为心底因为中间有缺课嘛，对吧？但是上次我在讲那个红心的那个阿拉耶识的时候，你也答对了。我在拷问那个苏伟成，但是我听到你在答，但是你答对了嘛？苏伟成说他不知道，然后你在那边讲，我说这个红心里头的种子会投射出来，那谁给的？你一直在那边讲，是我给的，我给的。对，是非常好。你看几个月不见，他还是记住来上课的点点滴滴嘛。一定要想办法，一定要来上课，因为你已经退休了，你是一定要想办法抓到这样子好的福报，对吧？你也没有压力，对吧？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然后没有你的家人又那么对你好嘛，对吧？让你都很方便，你一定要就是把握这么善的因缘嘛。对，是。哎啊，苏安琪去哪了？啊，睡着了啊。我在想他今天怎么没有来请那个面包啊。好，所以如果把这一句话用在他们两位企业家身上，你要怎么帮助他？因为现在年关快到了嘛，对吧？需要福田，福田不是只有钱而已，你找不到工人也是缺少福田嘛，对吧？然后工人会拿翘嘛，对吧？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做啊？来 ,1,2,3,go。践行是最不容易啦。你要有办法践行，那才是真功夫。来，王富忠举手举了一半。你怎么想办法要帮助他们两位企业家？就是对不起。师父各位学长，我还不要哄翘是。我是王总。是，就是假借师父的名义帮助他们，就是要怎么办？要怎么？就是如果以这一句来去帮助他们，就是说应该要请他们在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对，应该要去针对，就是
你所有外在的这些就是缺工缺钱缺料或者经营困难或者是内心的这些烦恼都要把它去超越嘛，那超越以后你才能够，那要怎么超越？超越就是你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现象界，然后就是你其实你看到这些二元对立其实都是现象界的东西，它本质上其实它本身都是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好，他下次沈怡君已经在笑了，对对对，已经又开始在说大道理。对，怎么超越啊？对啊，是啊，所以这不容易，这个就是践行的那个题目不容易。你要帮助他超越，要需要直击要害，告诉他方法在哪里，否则他不可能超越嘛。你需要打造福田嘛？第一个，你要打造福田，才有办法说我要超越我打造的福田。你没有打造福田，你怎么会能够超越你打造的福田？那你没有福田，你赚钱不容易，你找工人不容易，你家庭的那个情感培养也不容易，你的人际关系也都不容易。欠缺的是福田，所有的事情做不下去都是福田。一样嘛，当官为什么会下台？福田用光了，你在位的时候没有打造福田。你看，像我们寺院也有留美的硕士，后来离开寺院，因为寺院太苦了嘛，对吧？离开了以后还俗了，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日子过不下去。同样的啦，师父为什么？师父也离开寺院了嘛，对吧？因为我要读书嘛，寺院是不可能让你读书嘛。那你师父为什么没有还俗啊？告诉我原因。你如果想清楚了这一题，你想通了的话，你的人生的困境通通搞定，通通解决了。一理通百理通，理只有一个而已。那一个师父，留美的师父，他现在已经确定是还俗了啦。他还俗以后，我还供养他，因为他日子很苦，过不下去。那师父也一无所有啊，师父为什么没有还俗？一样嘛。沈其君，你的企业面临这个尾牙啊，年末特别困难嘛。就像师父这样，很困难，一无所有，但是。你看到师父怎么走下去嘛？来，该怎么办？沈其君，你来回答一下。喂，喂，是，拜拜拜拜，师父，嗯，阿威龙敲酒，各位师兄，好。我想说，就是说我在这个节骨眼，我是沈其君。是我试着发言。好，那我想说，在这个就是我说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对，那我就是要想办法，就是运用师父所教的方法，就是有相培福。嗯，从有相培福开始。从有相培福，方法是什么？那个诵经、持咒、念佛、忏悔、行善。嗯，从这个对不对？有相培福是不是这些方法？对，给他掌声鼓励，然后就加强，就是诵经，然后就摄取高。需要钱吗？诵经需要钱吗？不用。对，不需要的，不需要钱。你现在需要更多的现金来运作你的公司嘛，对吧？是。所以诵经不需要钱，诵经念佛、持咒、忏悔都不需要钱。是。你应该要赶快做，做了以后你就有福田。是。但是这是有相培福。是。有相培福的弱点就是你做多少它永远就是只有这样子，是永远就是那一些。是现在师父要教的是你明明只做这样子，怎么把它放大无量无边，这就是这句经文的重要性。是那要怎么做啊？就是无相修慧。
可是要怎么做到无相？就是训练直接思维啊。对，然后就是超越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然后直击终极本质。超越所有的相。是。你现在就是你这样子在诵经念佛持咒，你就会碰到像沈荣海以前还没有格调以前的困境，就是说。啊，我每天我就是一定要诵药师经，文殊般若经，我还要诵地藏经啊，我就很那个很在乎我的量要做多少，这个就是外相。是，对，你要怎么样来升华你所做的？你明明就只有上班以前的一些时间，那你诵药师经，然后像有些人他就整天都不去上班，就努力在那边诵经，大鱼吃啦，那是不对的方法。你要把你诵的那一些经超越那个经的数量的相，你要做到这样子的思维的升华，不要被你诵经的什么三步五步六步被这个相给锁住了。你被他锁住的话，你所得的功德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一句经典最可贵、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超越这所有束缚你的所有的相，你超越了直觉思维，升华起来就是：我虽然只有诵一部《药师经》，但是我的心是跟整个宇宙同频共振的。所以我要把我这一部经的功德回向给谁？你现在的困境是找不到有好的工人嘛，对吧？因为年底了，就是案子很多，但是找不到工人啊，对吧？所以你要回向给我找不到工人这一件事，或者是我现在缺现金的这一件事，或者是说我现在生意的来源不够的这一件事，你要这样子回向。就是我沈其君要把今天我诵一部药师经，你不是说师父举例诵一部药师经，然后你就不诵第二部了。就是你要越多越好了。我是说你现在哪怕只有诵一部而已都没关系。我沈其君要把今天我诵一部药师经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法界一切众生包括诸佛嘛，你先跟诸佛去结善缘嘛，对吧？诸佛自然会想办法帮助你嘛，对吧？助你一臂之力嘛，任何人都是这样子在回，要这样子回向才是对的。第一个，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你就看下课的时候师父怎么回向的嘛，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然后呢，还有回向你现在的困境，比如说，没有生意来源，你就要回向给我有更多的生意的来源，对吧？还有就是，要回向给那个工人，让我能够找到好的工人，善缘的工人，而不是来破坏的。可是这些工人，善缘的工人，再来就是我的现金的周转要能够顺畅了。现在那个过年的时候，现金周转都是比较困难的嘛，尤其过年以后，你会不是只有你啦，所有的企业家都是一样，会面临人事大异动，对吧？就是你更不容易找到工人，所以一定要回向，让我方便找到工人，还要回向冤亲债主。所有的困境都是冤亲债主在阻挠啊，你是不知道他是谁嘛，对吧？所以我们就会讲说要回向给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就是所有的困境的阻挠者，不是真的有一个牛头鬼面的人他就是你的冤亲债，不是这样。所有的为缘的人事时地物就叫做冤亲债主。每一次每天的回向你都要回向给冤亲债主啊。你们有这样回向吗？没有哈，有哈，要这样子回向。生病的人也是啊，要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让我的病体能够早日康复嘛，对吧？
一样的嘛，就是你如果要去银行跟人家借钱，银行说你信用程度不好，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回向给银行嘛。但是你说我回向了，那为什么银行还是没让我过？那你怎么解释？你要怎么解释啊？我有回向啊，但是银行还是没有贷款给我啊，要怎么解释？谁要来解释 ？1、2、3，Go！ 林柔有这个经验，但是问他是不准的，因为他是当事人嘛，对吧？对，来杨忠宪，因为你也是一个企业家、啊，来，如果你们的公司要去贷款，结果银行不贷给你了。师父各位师兄，嗯，阿弥陀佛。对，我是杨忠宪，师子回答。好。那你该怎么办？特别现在年关到了，贷款就更不容易。银行是那个，下雨就收伞的，你需要的时候，他偏偏不会给你的，所以一定跟银行打交道，一定要善用回向。好，那你要怎么办？该怎么办？哎，右边那个蒋荣利也是老板，来，你该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因为杨忠宪是业务经理嘛，他比较不会有那种八头寸的困扰嘛，老板比较会，对。师父，各位师兄，唵阿维拉哄。掐着了，对，是啊，蒋龙立来试着回答。好，那么我从我那个当兵退伍之后，对，就是用我一个月的薪水，对，6000多块没有拿回家，对，然后开始创业哦，都是量力而为，嗯，而且我从来。啊，不跟银行借款吗？对对，贷款吗？虽然家里很辛苦，嗯，然后我从来都不跟老板借钱，嗯，那之后，哦，再怎么苦，都不会说也去跟银行借钱。哦，那所以我为什么不跟银行贷款？啊，因为我。都是量力而为，有钱才、oh, okay. 才做的事。哦、oh, ，OK。啊，后来、oh. 啊，到我大概7、8年前把事业交给我儿子的时候，是，我都银行都没有负债，哦、oh, okay. ，而且自己都有那个额度，随、oh, 时 OK 要钱都可以去借。Okay. 好，但是好，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像我那个啊，种菜的箱子可以在屋顶，对，很方便的，对，啊，可以随时扩大加宽加高，对，可以不用弯腰去种，对，啊，那我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了大众怎么方便，嗯嗯，然后我当初自己一个人去推销的时候，对。我几乎在跟客户解说的时候，都讲到不是为了我自己，都是为了客户。是啊，所以这样的虽然生意没做很大，是，但是口碑都很好。哦，啊，所以说不会有这个好困难。好 ，OK， 有跟银行贷款的，请举手。房贷啊、哦，房贷，你有贷什么？哦，就是房贷，王户中也是房贷，哦，那个你应该是，哦，是房贷吗？不是经营运用，不是，嗯，好，那理财哦，不是我有多少钱才做多少事，这是错误的，像他那样是太保守了。师父，学长们，嗡阿弥陀佛，掐住了。我是莲友师的回答。好，大力回向是消业，这释放负能量，这善言。大
大力回向不是跟消业没有关系啊。大力回向，回向是什么意思？功德的奉献，功德的奉献，把你诵经念佛持咒的功德奉献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你有奉献，你才有福田嘛。你没有奉献，你哪来的福田呢？对吧？所以为什么全球大回向这么重要？全球的嘛，全球滚动起来，全球量子纠缠起来，你为什么不做啊？这都是极大的重点，你没有跟上，对吧？再怎么辛苦，你都再怎么忙碌，你十二点半就要开始赶快回向嘛，就是要跟上嘛。那时候张慧珍要走的时候还跟我讲说，啊，师傅，你看我都有回向哎，他就说啊，我那回向的纸不晓得去哪里了，嗯，隔了一二十分钟，他去把那个纸拿出来给我看，说，师傅，你看我的回向的名单，这样对吗？这样对吗？张慧珍当然是很老实的嘛，对吧？跟蒋荣立一样嘛，就是很老实的，永远都是用老实的方法嘛。不知变通啊，怎么办啊？要变通啊，那你哪一天要回向了，然后纸找不到了，那该怎么办啊？啊，找了十几二十分钟，回向的时间已经过了，该怎么办？蒋妈妈就这样，对嘛？然后又起烦恼了。对吧？对，这就太呆了嘛，不是这样子做，不是这样子做。你看师父中午应酬，我中午在应酬或者是在开会，可不可以回向？当然要可以回向啊，对吧？开会就开他的，不是轮到我讲话嘛，对吧？然后我边听，然后我也边在回向，我不用纸的啊。我不用了，这个回向名单，回向名单都在我的阿拉耶识里，对吧？哪一个人最苦？那个时候杨宗麟在失踪的时候，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完了以后，第一个要回向给杨宗麟，希望他能够，早日回来。你这一些通通都要进入你的阿拉耶识，而不是写在纸上。你写在纸上，我告诉你，你只是。有口无心这样念过去而已，是没有用的。你没有纸的话，考验你是不是真正回向给福逢清大菩萨，是不是真正的回向给方心瑶大菩萨，对吧？是不是真正回向给沈美英大菩萨？这个就是考验嘛。怎么会任何时候你都需要一个纸啊？你那个纸搞丢了，看你怎么办，对吧？一定不是这样，要训练自己嘛，要训练自己，这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你就方法都不对嘛。师父不是讲你们常常败在世间法，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对吧？好，所以沈其君，你有参加大回向吗？全球大回向吗？有参加全球大回向。苏伟成，你有跟他讲吗？你有跟他讲，苏伟成有跟上吗？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全球化大回向啊！哦，要跟上全球大回向，全球大回向真的无比重要啊！真的，全球大回向就是你现在台湾十二点半在大回向嘛，对吧？然后日本比我们快一个小时嘛，他们台湾时间十一点半，日本已经在大回向了。泰国比我们晚一个小时，然后。那个什么，台湾，泰国十三点半，台湾是十二点半，所以台湾完我回向完的时候，十三点半的时候，泰国在回向啊，然后也就是每一个时间区隔，全球都有不同的国家在大回向，那你跟上他的高频共振嘛，你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能量场啊。所以你一定想办法要跟上，不用钱啦、啊。师父开发的任何一个方法都没有要钱过，绝对不需要钱。我跟陈明玉讲，任何一个法布施或哪一个人帮你解决你的人生困境要钱的，基本上那都没有
那都不会有效了。可是刚刚不是有根据钟摆的声音和摆动，我们有人出来。在实验的一开始，所有的摆动都是杂乱无序的，而且声音非常嘈杂。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钟摆有的正在慢下来，有的正在加速，它们的摆动频率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趋同一致。在临界时间点1分04秒，所有的声音突然变得整齐划一，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些钟摆没有直接相互接触，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媒介就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和声波，通过白色平台所传递出来的震动。从1分35秒开始，最后一个方向相反的钟摆也开始加速的摆动，与其他的钟摆开始趋同。所有的钟摆和摆动的声音都整齐划一了，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其实这就是震动，共振就像一个纽带，将万物相连，将我们大家相互连接。根据量子力学的著名共识，万物都是震动，我们的想法也是一种震动，因此也会产生共振，相互影响。当一群人同时发出同样的想法，我们所产生的想法共振将会带动很多人。当足够多的人同时发出非常美好的想法时，所产生的强大共振将会带动全世界的人，为全人类带来良善的未来。而这个临界人数是144000人。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一起共同的冥想，同时发出善念，共振出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也希望将爱之手的美好传递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好的，各位同学，我们刚刚已经观赏完了共振频率这个开场的视频哦。那么什么是共振频率呢？师傅现在先来界定一下，在一个物理系统里头，在特定的频率跟波长之下，比其他频率和波长以更大的振幅能够做出振动的情形。特定的频率和波长就是所谓的共振频率和共振波长。在共振频率和共振波长之下，很小的周期振动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振动，因为系统本身储存了动能。当阻力很小的时候，共振频率跟共振波长大约与系统自然频率和自然波长，或称为固有频率、固有波长，它是相等的。那么什么是自然频率、自然波长呢？指的是在自由震荡时的频率跟波长，我们称它为自然频率跟自然波长。好，以下来解释量子理论它怎么来诠释佛法。首先登场的是海森堡测不准定理。量子力学在1921年由丹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Dr. Bohr 提出，观测者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决定被观测者的存在形式，从此彻底颠覆传统实验逻辑思维。佛法之所以难测难思，是因为它是世间出世间法的双向变境，同时它也是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双曲并行。今天我们的所看到的量子理论 Quantum Theory 深深地诠释了佛法对宇宙万有的论说，同步开始逐步地向如如不动的终极本质佛性进行探针。枝概说如下：
第一个，世间无常迅速，由海参宝测不准定理可以来会通。海参宝测不准定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 指称一切相皆不确定性。德国量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Heisenberg 他发现，在观察原子世界的同时，我人也在影响原子。我人不可能同时知道电子的速度与位置，因为二者不可能同时出现，因此现象界的一切都是不确定性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波粒二象性它如何来跟佛法来会通。宇宙万象其实就是波粒二象性 Wave Particle Duality 的呈现。以光波为例，它既是电磁波也是光子 Photon。 光子是一种基本的粒子，是由电磁辐射的量子。在量子场论里，它是负责传递电磁力的力载子 Force Carrier。关键重点是谁来决定以波或者是粒子的形态在宇宙间来呈现呢？1921年问世的量子力学不仅彻底的颠覆了罗吉斯威的实验工作，他落伍地指逐出主观的狭隘，实验工作要求一定要100%客观理性才能做到可重复性，量子力学反其道而行，纳受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inking， 成功给出答案，是观测者的意识来决定被观测者的存在形式。量子物理学 quantum physics 因而成为当红榨子机，持续超过一个世纪，它的影响力迄今未曾中断。接下来我们发共享发现临时新的参与。临时的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临时的发现是在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ir John Eccles 为人类所发现，临时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它指挥我人的大脑发动全身神经系统的工作。临时在脑死后确定之后依然有生命存在的迹象，这个发现为后来发展的量子力学提供强有力的依据。量子力学创始人德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Planck 主张心是意识的导向。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双缝实验来决定心的参与才是判准。双缝实验 Double Slit Experiment 根本改变量子理论，它强调心乃宇宙万象呈现的重中之重，再一次确认无心则现象界根本不存在，因为此时的宇宙处于无限可能性的粒子叠加态 superposition， 因此宇宙的现实面来自心的投射 reality as a projection of mind。 接下来我们来共享心是物质的母体，这是 Planck 的名言。量子力学创始人也是191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得主德国 Planck 为量子力学对人类的贡献做出最重要的引导。他指出意识是世界意识是物质的母体 Matrix， 同步他为宇宙万象与终极本质做出最佳的诠释，指出
物质背后有意识及心灵智慧的存在。第三，以佛教的诠释，则是有形的物质背后必须有念念相续的意识做支撑，此其一。更有甚者，意识的背后则是如如不动的寂灭心灵智慧。佛教谓之根本智、般若智、佛性、法性、空性等终极本质的一名词。换句话说， Planck 不愧为量子力学 Quantum Physics 的是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 的巨擘，他一语道破物质的现象界及其背后终极本质的合一状态 Unification。 以下我们共同来探讨正确的认识生命奥秘、心灵结构这几张呢 PPT， 我们一两个礼拜不断的重复播出，可见它的重要性。心灵结构图用以说明唯识学跟瑞士荣格的心理学的交叉汇通的关系。海平面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画的曲线，然后在水平面以上我们称它为表层意识，水平面以下则称它为深层潜意识。在表层意识可以汇通佛教意识所组成的前六识，那就是眼耳鼻舌身识，还有第六识是意识。这个识可以视同为当代医学系统的这个神经系统。好，那么第七识则是莫纳识。莫纳识他每天的工作是很省思量，但是他有一个误区，是他攀援阿拉耶识的我，把阿拉耶识当作实体的我，所以这就是人类产生根深蒂固的执着的原因。最后我们探讨阿拉耶识心，因为阿拉耶识心它是一个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为了教学的方便，师父把它画成红心，这就是阿拉耶识的示意图。我们在图中看到有圈圈叉叉，还有三角形各类型的种子这三类。那么这些种子就是代表我人的行为记录，那当然是我们个人造就是造作各种不同的行为的时候所投入的这些种子。善圈圈代表善业，善的行为，业就是行为，叉叉代表恶业，就是恶的行为，无忌则是代表无不好不坏。那么在红心里头的三类的种子，我们泛称它为因，然后它是一种能量的种子，所以当它能量饱足了以后，它自己就会投射出来，变现成为如果是善的果那就会让我们持遇贵人，然后喜事家还有时间啊、地点啊、物啊等。然后右边这个三角叉叉的种子代表恶业，它也会投射出来那也就是我们的逆境，在人事时地物等各条件来展现它的威力。那么从红心的因要变现成为果，它是有一定的路径在进行的那这个路径我们就称它为善缘或者是恶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阿拉耶识又称为含藏识、意熟识，因为它具有三大特性。第一，意识而熟，现在造作、现在、未来都有可能成熟。
第二，异地而熟，在此地造作，在此地或他地可以受到护持。最后一个特性是能量熏习中，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所以我们人人不应该来心存侥幸。刚刚讲的是它的三大特性，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阿赖耶识的三个意涵。是第一个能藏，能藏的意思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它善于在自体中含藏整个宇宙万法的行为能量的种子。第二个特性，第二个意涵就是所藏，就是现行熏习的种子，就这个现行熏习种子意而言，所藏意指第八阿赖耶识是第七末那时转世熏习诸法子诸法的种子的一个场所，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第三个意涵是能藏，意指第七末那时因为虚妄而恒常执取第八阿赖耶识为实我实法，所以又称为我爱执常。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八阿赖耶识它还有三个能变的特性。初能变，也就是举例说明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初能变，当夜行的种子成熟起来的时候，它就具有能够变现境界的这种力量，遇到真上缘立即变现起来，因此阿赖耶识又名雷翼熟能变。第二呢是次能变，次能变指的就是第七末那时，业的种子虽然成熟，然而也依赖于末那时不断的自我发挥它恒省思量的作用，令现在这个境界的存在。末那时因此又称为思量能变。第三能变指的是前六世的就是前六识，意指虽然七八两个识具有能变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六识依据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了别六识色声香味触法，则境界不可能成立。所以第六意识又称为了别意图。重要的提醒是累世众生身口意行为能量种子被详实的记录在阿赖耶识，这些种子必须透过上述三层能量才能够朗现为我们现象界的风花雪月。这三层的能量就是初能变最早期就认为它能够遇到真上缘就可以立即变现起来。第二次能变意指第七末那时业的种子虽然成熟，然而也依赖末那时不断的执取为实我实法，发挥它恒省思量的作用，令现象界的存在。末那时又称为思量能变。第三能变指的是前六识，意指七八两识具有能变的特性，然而若没有六十一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了别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则境界不可能成立。第六意识又名了别能变。重要的提醒是累世众生身口意行为
的能量种子被详实地记录在阿赖耶识，这些种子必须透过上述三种能变，才能够让现为现象界的风花雪月。接下来我们让电子灵魂来对话佛教的阿赖耶识。量子灵魂 Quantum Computer with Consciousness 由2020年英国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 Sir Roger Penrose 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发现中心的 Hameroff 医师他们共同提出量子灵魂，那主张当神经元 neuron 微血管 microtubule 内临时的量子有序状态消失，则临时被迫离开肉体，重返宇宙波函数的能量场，但大脑整体信息并未被破坏，可见大脑信息是被完整记录下来的，只是精神性的临时失去有序的量子状态，因而呈现我人，因而它会呈现为整个宇宙，所以可见大脑信息被完整记录下来以后，只是精神性的灵魂失去有序的量子状态，因此它离开了物质性的肉体而已。因此一旦当事人再度投胎转世成功，则被第八阿赖耶识记录下来的大脑的信息将被完整投入前世的副脑，并且投入全新的肉体的躯壳，因而形成所谓命运三世说，前世今生与未来时，如实的想载，原来是第八阿赖耶识将所有行为信息记录下来，藏在神经元的微导管内，科学家曾经误以为藏在action potential， 就是所谓的运动电位，因为他们是记录这个动的状态，所以经常会让人家误以为它藏在的是运动电位。接下来我们共享名人名语，首先就是印度的哲人 Krishnamurti， 他说，当你说大的心与小的心时，爱因斯坦的以下是圣贤的诠释，脑是心的生理基础，意识时代正是心脑意识连体运作的时代，因为意识是藏在脑神经元 neuron 的微导管 microtubule 内，并且必须呈现量子有序状态，才能够支持我人肉体的存活。接下来共享爱因斯坦的学科的汇通的理论，爱因斯坦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圣贤则诠释，宗教与科学只是方法论而已，行者不应该以站上 方法论的阶梯误以为，所以宗教与科学只是方法论，行者不应该以站上方法论这个阶梯误以为抵达目的地圆证菩提，或者是亚里斯多德称他为永恒的真幸福。
接下来用一个图档帮助大家做更好的理解。我们看到有一条船，咱们都投身在这条船，这条船称为法船，就是不久我们会看到它直击这个月亮，被引射为是真理。在船只跟真理之间，我们看到那就是烦恼河，我人都活在这个烦恼河之上。所以我们企图用文字、语言、声音、听闻、艺术、文化、饮食、养生、科技、环境各种不同的方法，企图要研究人类怎么由现象界来奔向这个宇宙万象的合一关系。接下来我们要来共享经典原理，如来是无尽福田，它来自于文殊的教导。我们来先来看看文殊师利所说摩诃波罗蜜经云，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相，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无尽福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师父的诠释有三大点。第一，如来是终寂如如不动的最大福田，无有尽灭相，因为它超越所有相的束缚。所以如何打造这个无尽福田呢？就是当行善布施之际，若能抱持着无有情绪方面的这个波动，就称为内相。例如宠辱喜怒哀乐这些都属于内相。如果我们是供养食物或财物的话，那么它就是外相，诸如多寡大小超这个高低都属于诸相所束缚。这种布施就是无相无尽相布施，也就是无上圣神无上珍贵的福田。因为所造作的布施功德力已然超越福田所能言说的意涵，也超越种种不同。以上这个是师父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课程的内容，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再相逢。